终于，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猫咪一家可以自由地在海滩上放松、野餐和玩耍。猫咪们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戴着独特的彩虹色帽子。猫咪们为一整天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食物。猫咪们好奇，有创造力，好奇，警惕又聪明。猫咪们走进公园，开始另一场冒险。猫咪一家喜欢在公园里骑自行车。公园里风景优美，绿意盎然的插图里充满了五颜六色的美丽花朵。猫咪们欣赏着公园里的风景，这里非常安静、宁静，是骑自行车放松的好地方。猫咪非常友好、迷人，能很好的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在公园里呼吸新鲜空气是一种健康的习惯。闪亮的眼睛和脸上的笑容清楚地描绘出猫咪一家对这项活动的兴奋和兴奋。猫咪一家继续进行水上运动，比如乘船在海浪上航行。猫咪的眼睛清澈明亮，毛发干净闪亮。清澈见底的海水，阳光明媚，海风吹拂，海浪拍打着船，为猫咪家族带来了更多惊险刺激和激动人心的时刻。这确实是完美的一天，尤其是天空中出现了彩虹般的色彩。海风吹过脸庞，看着猫咪们明亮的眼睛，真是太有趣了。所有的猫咪都面带微笑，在船上唱歌、跳跃。船开始加速，速度越来越快，让人更加兴奋。坐稳，为更刺激的冒险做好准备。猫咪是很好的伙伴，喜欢尝试新事物。接下来是在海浪上冲浪，感受肾上腺素的激增，渴望更多。在冲浪板上保持平衡的技巧对于在冲浪板上停留更长时间非常重要。最终，唯一的获胜者成功战胜海浪，成为冠军。